要小心忍耐，千万不能再惹是生非了。啊，我可没惹人家，是那些恶霸太欺负人了。看那边，请坐。啊！出去！别吓着你吧。你又闯祸了，我闯什么祸？何方刁民，胆敢在本王面前撒野？传令下去，拘刁民，如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哎，你快回来！就不信你比我的功夫还好，来啊！是，大哲哥，我怎么能跟你比呀？师傅把真功夫都传了给你，我们只是堂兄弟，能学点皮毛就算不错了。嘿，师傅不传你武功，是怕你惹是生非，连累同门。你们因为包围了，要命的快下山受苦！大师兄，怎么办？成了，别吵。好汉不吃一人当，我下山就跟他们拼了。哎，别拦着我！往前！你们要是再不下马，我们就放火烧山了。走。好民拜见王爷。在万箭之中能够全身而退，我看你们都不是等闲之辈，想不到在荒山野岭里面竟有此等身手，本王爷倒想见识一下。我等乃一介草民，又岂敢在王爷面前班门弄斧？废话少说，若你今天能够胜得过我，就放你一条生路。草民不好，一言为定。
还是深藏不露。好，来跟本王过几招。好，甘拜下风。虽然你们今天都未能胜过本王，但念在你们都是练武之人，本王就暂且网开一面，你们走吧。谢王爷恩典。慢着，你们是练哪一门功夫来？传世太极。区区相间拳法，又何足挂齿？王爷，告辞了。师父，那太极拳到底是什么功夫啊？太极拳是一种以柔克刚、刚柔并济的一种配加功夫。好了，今天马步就练到这儿，开始练拳吧。王爷，你们找到太极拳门的下落了没有？这么多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将我这口气怎么咽得下？禀王爷，曹王帮主过世，丧礼即将举行，到时各门派高手云集，我想定会查出太极拳门的下落。知道还不快去查清楚？是。人怎么样？我不过是想问太君，不要再撒谎。你是不是想逼帮主夫人交出令牌，以后夺得帮主之位啊？众汉同道，董汉成，你今儿到这来是什么目的？你们弄错了，我整个是送花牌来的。替董汉成送花牌来的，一定是姓董的人。哎，诸位老哥，你也太不讲道理了吗？什么废话！对不对？擦呀！顶！嘿！你们曹帮真的埋横无理！嘿！顶！嘿！嘿！动手！你是谁？董汉成！你是不是为夺帮主之位而来的？干什么？
快出来吧！为什么你们仍然不放过我？你弄错了，我不是曹帮中人。那你是什么人？我叫杨玉前，仰慕前辈功夫，欲拜前辈为师。你真是为拜师而来？没错。那好，我让你在三招之内，如果你能碰到我，我就收你为徒，请指教。多谢赐教。凭你的身形，外家拳练到这种地步，实在难得。你倒是个可造之才，如果你改练内家拳，成就就会更高。您肯收我为徒了？不，我不会收你为徒的。为什么？您不说我亦是可造之才吗？没错，但是我有要事要做，暂时不能收你为徒了。小兄弟，再见。前辈再见。请留步，王庄主。来到祭坛，不但不向帮主叩头，还大喊大叫的，是不是想造反呢？帮主已死，叩头也没用，这壮者还是要选新帮主。你们大家说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当我们的帮主啊？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，我当新帮主也未尝不可啊。你有何能耐当我们的帮主啊？我早料到李堂主你会这么说了，所以我叫各路英雄留下，你叫个人做见证，好让我当上新帮主之时，你也不能否认。大言不惭，你想当帮主，把令牌先拿出来。我现在就拿给你看。不许动。娘，你想对我的孩子怎么样？对不起夫人，我若不这么做，恐怕夫人会把令牌交给王堂主，我如果不放人，谁也休想活着离开这里。孩子，别对这无辜的孤儿寡妇，你们都领悟他们，你们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散！不如，兄弟，我佩服你，你好好保重。
曹邦，你帮不成帮啊！这个废东西，既然对你们更重要，你们拿去！你们看到一男一女进来没有啊？小兄弟，若不是你尽力有为，我们母子的下场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非常严重，请问夫人，您知不知道救我那个人是谁啊？他是代表一位叫陈正英的人前来祭拜的。陈正英，您认识他？他是我先夫的友人，我和他从未谋面，只听先夫说过他居于河南，家传太极拳甚是厉害，而他本人则很少在江湖露面的。您知道他住在哪里吗？好像是一个叫做温县的地方。群雷贤师，齐成武艺，望佛祖给指示。难道我杨玉琴就这样庸庸碌碌一生吗？有志者事竟成，再指一次看看。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那我再指一次吧。成了，不谢佛祖显灵，指点迷津。年轻人，祝你的。不是佛祖，是你自己啊！你呀、啊，可不要轻易的放弃。多谢大叔指点。哎，不是大叔，我是二叔。陈氏家规：太极拳只可传男不传女，太极拳精要传嫡不传庶，太极拳不传外姓。开始。难道你们都忘了吗？我曾经多次跟你们说过，练太极拳首先要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神清气神，肚子端正。可是你看你越挥越快，所谓快则心粗，心粗则气。阿昭，你说来。气聚尽，由中而刚；用气则聚，用力则断；用法则引进，急需救身，绵而不破；因人之事，借人之力。好啊，好啊！董雷、沙翁，传信王爷，查到姓陈的消息了没有？回禀王爷，那个姓陈的我们没有找到，不过我们在曹邦大会上发现一个女子，她所用的武功啊和王爷所说的太极拳一模一样。我们已经把那个女子的武功路数记下来了。好，打给我看。是是。就是这样。哎呀，王爷果然厉害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子，就是真是跟姓陈的一路。那女子呢？我们本来想跟踪那个女子，找出她的同党，可惜被她逃走了，被她给跑掉了。嘿，奴才该死！
今天都怎么了？真是莫名其妙。再来。学艺是犯了武林大忌的哦。我知道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哎，你这个人老是这个样子，只要认为是对的事呢，就老是不顾一切去做。老师，你好像对我蛮熟悉的嘛。没有啊，我以前又不认识你。不过我倒觉得跟你蛮投缘的。对了，别把话扯远了，你这样下去想要布局到什么时候？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，但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。那不成啊，钟伯啊！我这个表侄呢，从来没有出过门，人是钝了一点，不过挺能够吃苦的，您就多教教他吧。哎呀，都是自己人，还这么客气。行行，我祖训，我不能教你。我不能教你，可是我能捉贼。捉贼？哎呦！来吧，你快来。啊，谁来啊？贼，来呀、啊！快来呀、啊，贼！啊，快！
二叔啊，我怎么给年终甩不掉啊？应急是随需救身，年连不脱，能因人之事借人之力而置敌于死地，非力敌时应用脑子智取。我来啦！是什么人？久仰陈大侠威名，奉我们主人之命，先要过府一叙。你们家主人是谁啊？想您数年前曾与我家王爷见过一面。我不认识什么王爷，也不认识你们，请你们二位出去。有此理，不识抬举。呀，我哟，哎呀，好说法。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弄到我的水呀、啊！给我起来！爷爷，走啊，走！爹，那怎么办呢？看来我与端王爷这一战在所难免，吉凶未卜。从明天开始，我把太极拳的最高心法传授给你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回去休息！哦，快回去，快回去休息！哦，太极剑是从太极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处处带有禅思。你那矿洞里又湿又热的，你都能坚持住一声不吭，你真行啊！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嘛。接着，哇，这是什么？你怎么把上衣扔给人家？湿哒哒的。接着，啊，你又扔什么过来啊？啊，裤子你都下来啊！这水很凉快的。不用麻烦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来，哎呦，好小子啊！你居然我摔这么重，好，你带着蒙木，好，来、啊，哎呦，来来来。你是我祖宗托世吧？你怎么学这么快呀？这边
首席教头黑天霸专程来讨教，失影了。回拳打在他身上，就好像打在棉花上，一点也用不上劲儿，还有一股力量把他弹回来。这个陈正英还真不简单。你黑不过我，胸肌不够结实吗？你去好好练练啊。姚玉泉啊，这样，两个也这样。既然是喜欢上他了，那为什么避开他呢？红衣，你笑我？我没笑你。对了，红衣，我觉得他已经知道我是女孩子了。嗯，那怎么办啊？怕什么呢？另外那个傻孩子啊，约你今天晚上到山谷去见面。知道，有点害羞是吧？我转过身就是了。自从我来这里之后，你一直那么帮我，我偷学你爹的拳法，你不责怪我，还暗中帮助我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。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，觉得十分开心。
你这个混蛋，敢用我的功夫对付我，我今天就教训你不可。你给我下来，你下不下来？前辈，你别生气啊。我不好，惹您生气了，我扶您回去吧。前辈，前辈，你别生气了，你给我滚开。前辈，陈师傅，久违了，你们又来干什么？我们专程来请陈师傅回王府一趟，就陪你们，那我们就得罪了。闪开！啊！哎呦！哎呦！我来帮你。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怎么样，我的七日洗髓散滋味如何？你卑鄙！如果我不这样做，你会就范吗？带走！呀！前辈，臭小子！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带走！闪开！让开！滚开！臭小子！爹，你怎么样了？爹，大爷，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，小琴，爹，你醒，快带你爹走啊！不行啊，我不能丢下你，小心后面。老钱，爹，爹，老齐，爹，你醒了。爹，你要是不救他，他就死定了。爹，他正在为你拼命啊！要是他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下去了。爹，你帮帮他，爹。他快顶不住了。天意，大，天意。小子，你听着，前辈听着呢。神清气沉，名自然。上清下沉不倒跌，上清下沉不倒跌，任他聚力来打我。牵动四两拨千斤，御敌上前逼近打，护住三前判七星，敌手两臂要援车，动静虚实任意搏，打手已开急斩，一遇还招势难成。旅手连称，前辈，这
在几寨呢？来势凶猛，联手右，轴靠随时任意行，进退反侧应机走，何怕敌人不易进？敌人逼近来打我，闪开正路走横路。太极十三式中法，细心揣摩妙法生。爹，他赢了，爹！全大，算你走运，我走。乡亲们，今天我叫各位到这里来，是有两件事情向大家宣布。第一件，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所有陈家堡的女子都可以练太极拳。啊、这怎么可以啊？是说，为什么不行啊？真的不行吗、啊？是不是、啊？好了好了，我非常清楚，祖训上有这么一条规定，我想也不外乎两个原因。一是怕太极拳流传给外姓人，二是认为女子不宜练太极拳。可是我一直认为，男子可以办到的事情，女子一样可以办到。所以这些年来，我一直瞒着大家一件事，将我女儿啊，也就是陈少奇，女扮男装出现在你们的面前。少奇是女的，目的是为了证实女子也可以练习太极拳法。第二件事情，今天我准备收一个外姓人为弟子。要收外姓人弟子啊？是真的？大家都知道我曾经中毒被偷袭一事，幸好当时有个年轻人挺身而出，助我将王爷派来的敌人打退。他不单救了我一个人，也挽救了我们陈家堡的一场大灾难。为了报答他的功劳和将太极拳发扬光大，我决定正式收他为弟子。师父请喝茶。大队新兵攻下我们陈家堡来了！杀！
若想着女孩子没命，你就动手吧！你快放开那个女孩！啊、难道你真的这么狠心吗？张、啊！使劲把自己打伤吧！你想看他白白死去吗？好，来帮你吧！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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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陈正英，你功夫再高，到头来还不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师父，表弟，要的是我，爹，你不要到京城去，王爷会对你不利的，爹。你放心，爹一定会平安回来。不要这么多废话，快走，快走，驾，驾，走啊！不要，走啊！老爷，爹，爹，爹，娘娘。参见王爷，崔教头，请起，谢王爷。我吩咐你办的事，听说你不负所托。是了，回王爷，这只是小事一桩，崔某信不入命，决意拜访。那真是太好了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陈正英就在这里。在这里？让你请陈师傅回府，是想好好的来切磋武功。我叫你好好的礼遇他，你却将他困在箱子里面。陈正英诡计多端，我是怕他逃走，才把他放到箱里。别再说了，岂有此理！陈师傅，你辛苦，还不快扶陈师傅出来？不是，陈师傅，慢点，师傅，来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来。困他在里头三天，抬走。陈师傅，想不到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身体还这么硬朗，小小的伤应该没什么大碍吧？哼，不要再假仁假义了，要杀便杀，随你的便。哼，要杀你，我就不用请你回来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苦练多年，就是想再跟你比试，只是想比武。没错，如果你打得赢我，我就放你走。那好，请出招吧。
方百计请你回来，原来是废了你。杨兄弟，端王府不是普通的地方，你们两个的小忙我真的帮不上。你们这一路上可要小心啊！心我们心领了，那我们就不远送了。哎，多谢各位，请回，走，慢走。哎，我们走吧。小六，幸好我赶得及时，怎么办呢？行李都给我收拾好了啊！哎，大爷，你放过他，你把爹，爹，老婆，女儿，住手！放开谁呀？哟，胆这么小啊！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以后不准你再打他的主意了，听到了没有？ 听清楚了，快走。走啊。那些王府的狗腿子平时一直欺负我，这次你们把他打得落花流水，嘿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，真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。哪里，你们太过奖了。哎，班长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难道你认为他们两个不是英雄吗？是啊，就是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永宁格格不会放他们。班长，你不用担心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们两个不会连累你们的。来了来了。刘侍卫，就是他们。对，阿群，这人怪怪的。哦，她也是个女的。没想到小小的河南会馆居然卧虎藏龙，不是没长眼睛啊，连我的人都敢打。哎，虽然我们有本事，但却不欺负女人的，你放心啊。你还懂得怜香惜玉啊。当然，好，很好，你好阴险，给我打。怎么乱打人啊？打人又怎么样？你们打我的人，我就打你们的人，打！打我打呀！你真的要打吗？有胆的话跟我单打独斗，打就打，不怕你啊！住手！看一下，小青，你走开！你们都不许插手！
你竟然对我无礼。对你无礼怎么样啊？如果不是他们一起上，你早就被打倒在地了。少奇，这件事分在我头上好了。你还有两下子。好，三天之后在城门七里外的七重塔，我摆下擂台阵，让我的高手跟你一个一个的比试。我若是见不到你，我就把这个河南会馆给铲平了。飞下杨玉田，请问追风神，朝鲜浪人外号追风神女，曾踢死东北虎、大黑熊，与人决战20回未逢敌手。小伙子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就算你能过我这关，上面还有6个高手等着你。多谢前辈关心，我能过你这关，就能过其他6关。好，有志气，让我送你回去。掉了。可以上去了吗？双臂天生神力，摔跤脚力称王。不敢多问前辈姓名。好耳朵，人称不倒金刚。晚辈杨玉田，见过前辈。什么前辈后辈，早辈晚辈都没有用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摔死。请指教。好，我就叫你去死。倒地了。
的杨玉琴了，他已经去比武了，此行生死未卜，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。如果我失去他的话，我情愿去死。苗疆布防，外号南天神楚，棍招刚猛，暗藏劈斩，劲力锋快，更胜大刀。你能来到第三层，功夫的确不弱，晚辈侥幸吧。世上没有侥幸这回事儿。我南天神楚孟猛，从不打手无寸铁之人。你选兵器吧。前辈用棍，我也用棍。好。已经输了，快走吧。还没打完，难道真要让我把你打得爬不起来吗？系在手上，系在棍上。你走吧，前辈，胜负未分，胜负已经分明了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好的很。你上去吧。多谢前辈，晚辈告辞。开杯霹雳手，逆宗硬气功，霸道非凡，练成金刚不坏之身，掌力可断金碎石。你就是杨玉贤，看不出你瘦瘦小小的，蛮不赖啊。底下那些喽啰被你打得人仰马翻，是不是啊？没这样的事，是几位前辈相让罢了。你虚伪，你知不知道，这些人向来是自高自大，把自己当成是天下一等一的高手，我就瞧不起他们。那你呢？我是混口饭吃，闹着玩的，除了皮肉粗硬，没啥本事。喵！前面的硬气功真是武林一绝啊！就这两下子，我们来吧。
看见你这个样子，就好像也看见了我自己，都是为了那些臭男人吧。你好了，别装蒜了，你原本就是个女儿身，我闯荡江湖这么久，这里还看不出来吗？你要比我好多了，最起码你知道你的男人在哪里，就算万一他真的有事，你也知道到哪里去收他的身子。可是我呢，到现在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。我们真的要分开吗？我也是迫不得已，请你原谅我。就这样一走了之了。我当时也在想，他既然这么狠心，我还有什么咽不下去的呢？索性就当不认识他。但是你又放心不下，是吗？嗯。对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董汉成。董汉成。忍者为永宁格格贴身死士，精善飞爪暗器，潜藏隐遁之术，功夫阴险毒辣。
们不打招呼就上去了？不好意思打扰前辈。哎，打扰了。外号醉踏九州，马步功夫出神入化，双脚一时轻飞如絮，又可重若泰山，无数好汉都拜在他马步之下。前辈好功夫。哼，你虽然是晚辈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前辈来吧。哼，好。回去多练几年功夫再找我算账。被承让了，输就输，什么让不让？去吧，哼！最后一关了，究竟会是一个怎么样可怕厉害的高手？请进吧。杨公子，请您更衣。更衣？嗯。这高手好大架子。你是杨玉琴，你认不得我了？哦，原来是你，你就是永宁格格。既知我是永宁格格，还不赶快跪下？杨玉琴今日应约到此，是来比试武功，不是来参见格格，恕难从命。好大胆子，你能把我手下一一打败，终不过是一介武夫罢了。
竟敢对我如此无礼。即使是一介武夫也不容折辱。这样吧，来玉前，你若肯向我下跪，我便给你高官厚禄，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，怎么样？在下指望格格遵守承诺，此战之后别再向河南会馆做出追究。追不追究我自有打算。格格怎可言而无信？我哪有说要反口呢？杨玉前，你别忘了，你刚才只是过了六关，还有最后一关呢。那就请格格把最后一位高手换出来吧。难道格格你就是那最后一位高手？怎么了？你胆敢看不起我？那就请格格自招吧。哼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也配我跟你动手？那你想怎么样？你们送杨公子下去。是。杨公子，请吧。见格格，你还是不肯给我跪下。我还以为你不想来见我呢。不知格格召见有何吩咐？我想看看你，不行吗？啊，不敢。看你的神情，好像有许多心事啊。小明正有事相求。是不是为了你的师父陈正英啊？那你早就知道了。我有什么不知道的？那格格是否肯出手相助呢？这也不难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但凭格格吩咐。我要你做我的侍卫。王爷找我又有何贵干？陈正英，你一直都说本王爷故意耽误你的病情，跟你比我不公平，我现在就放你回去，医好你的病。不过我得跟你定下生死之约，你回去好好的养好自己的身体，三个月之后我要正正式式同你比试一次。没有啊，我叫你出来是陪我开心的。你在想什么啊？我在想《易经》。我发现这本书对我的武功帮助很大。又是武功？就算你日练夜练变成天下无敌，你也不能飞上天呢。虽然我飞不上天，但我可以令小鸟也飞得上天。我才不信呢。哎，你在玩什么啊？为什么鸟飞不走呢？因为我把它起飞的力量卸掉了，就飞不起来了。我不信。不信你试试看。你走啊。哎，别走啊。王爷当心了。哎呦，我这未来的女婿真是来势汹汹啊。爹，听说你最近忙得很啊，我这当爹的想见你一面比登天还难呐。你不是经常对我说想见识一下雷破天的武功吗？是啊。Thank you.
师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！雷老师真是好功夫，你这抓小鸟的功夫跟杨玉泉是一样的，不过功力却更胜一筹呢。格格过奖了。陈少奇，你为什么偷偷跟他出去啊？什么偷偷的？我是来王府做侍卫，不是卖身。难道不能去看一下好兄弟吗？他明明是个女的，什么好兄弟啊？你就当我看好朋友吧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去找那个贱丫头？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。偏要说贱丫头，贱丫头，贱丫头。你，我什么？哼！格格，您别再哭了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不如把那杨玉钱打发出府算了。我就偏要留他在府中，都是为了那个陈少奇。杨玉钱这小子，雷老师，你得替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贝勒爷与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杨玉钱，雷破天师不。你是董汉成老师，你见过我吗？当日在曹帮大会上，我还想拜你为师呢。哦，我记起来了，想不到士别三日要刮目相看了。当年一个卖花圈的小子摇身一变，现在成了荣王府的红人了。此事说来话长，董老师不也改了名字进了王府？我的事不要你管，也不要跟别人说。我看你年纪轻轻的，念在跟你过一面之交，你速速离开此地，否则我拳脚无眼。跟你比武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任务，两天后我一定会准时应战，有本领就把我的命拿去吧。哎，阿钱今天早上跟我说，过两天他要跟人比武，对手是德贝勒府中的教头，叫雷破天。雷破天？嗯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他就是董汉成。什么？那个董汉成的功夫也是内家拳法，他的特点是按照八卦方位迅速移转身体，然后找寻对手的弱点，伺机向对手攻击。告诉你的人，赵琴，站住！你们什么人？启禀王爷，什么事啊？回王爷，外面来了一个男的，交下一个盒子，说是性命攸关的事，要给杨护卫过目。这好像是阿奇的鞋，怎么在这里？这不是阿奇。二叔啊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这烧琴呢？杨玉泉，你到底是比还是不比？阿奇，你先去应战，我慢慢的再跟你解释。没事没事，阿奇，比武要紧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去吧。Come on.
人在这儿，心却不在这儿，这样未免太不尊重你的对手吧。未分出胜负，杨玉贤，我一直以为你是靠着阿谀奉承的手段晋升王府内，我把你看扁了，你的确身手不凡，可是今天你似乎是被私事所困扰，不能全力以赴，我雷破天未免胜之不武，王爷请准杨护卫先行料理私务，明日再来一场真真正正的比试。爹，你找我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派人把陈少奇给抓起来了？没有的事，你听谁乱说的？你自己看，杨玉贤说有五个蒙面人把他给抓走，而且还留下了我们府中的暗器，这只血鞋就是比武的时候有人送来的那只啊。这只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哥哥，少奇以前对你有何不敬，我在这里跟你赔不是了，请高抬贵手吧。我都说没有捉他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
什么？你没事吧？王爷，雷师傅必有事缠身，以致精神大受困扰，所以今天这场比试不能作数。杨虎呀，这场比试明明是你赢了嘛！刚才小的与雷师傅做生死之搏，雷师傅突然心神一乱，小的阴晦不知，所以这场比武想即使赢了一招半式，也胜之不武。好，就依你所请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明天一战是最后一战。谢王爷。董老师，你今日在擂台之上忽然之间精神恍惚，在下才得以险胜半招，现在一脸愁容，仿佛还有无限心事，请受在下多言，老师可否告知一二？杨兄弟，先多谢你今天在擂台上手下留情了。不敢。昨天晚上我还口口声声地提醒你，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被儿女私情所牵绊，可是今天连我自己也是一样，真是惭愧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老师是性情中人，不必为此而自责。没错，杨玉谦，我看你也是个血性汉子，不妨对你您说了吧。我董汉成此番委身于王府内，就是为了寻找时机刺杀满清皇帝。原老车竟是忍辱负重，且受晚辈一拜。快请起，快请起，我董某焉能受此大礼。玉凤，是我错怪了你。汉成哥，汉成哥。请先发招。
王爷，为阳二位师傅真是武艺精湛啊，这三天来真令我们大开眼界，胜负又何足道哉，不如平分秋色，和气收场吧。永宁啊，舞也比完了，你应该放人了吧？您说什么啊？你应该放了少奇了吧？又是陈少奇，我都说不关我的事，你要找人啊，到别处去找去。永宁，你闹也应该闹够了吧？王爷，没你的事儿，你别护着他，全是你闯的祸。闯祸闯祸，明天他们说我闯祸，我到底闯了什么祸了？还嘴硬，你要是不把陈少奇交出来，我就不要你这个女儿。爹，您说什么啊？我说我就不要你这样的女儿。好，你不要我这样的女儿，我也不要你这样的爹。永宁，永宁哥哥，他终于下了钩了，这条小鱼明天就会变成我用来钓德贝勒的鱼饵了，还想日后当火龙帝，到阴曹地府去当吧。还有你们两个，尽快用端王爷的名义去发一封信给杨玉琴，以陈少奇的性命相要挟，等我引荣亲王爷府的时候进行刺杀行动。如果计划成功，明天我就是北京城最有权力的贵族，将来天下的王者。天就动手了，我看你还是依计行事吧。公孙志，贝勒爷可是个英明之主，不同于一般的皇子。杨护卫，什么事？端亲王派人给你送来贺礼。有劳了。欲救齐，明日腐败，在荣亲王。王爷，起来吧，马上跟我去同王府。去同王府？哥哥在他那里，我要去接他。是。来人，马上准备到同王府迎接哥哥。您受惊了，洪王爷，幸好你及时赶到，要不然连本王也遇到行刺了。
知道王爷是你的神机妙算啊，还是路过此地啊？两样都不是，只是得知近日京城里乱党猖獗，唯恐会伤到王爷，所以特地领兵来相迎。没想到这帮乱党真的是胆大包天，竟然敢来行刺王爷。是啊，这些个乱党胆子也真是够大，但是你把他们都给毙了，不留一个活口，怎么知道他们背后的主使人呢？这个回禀王爷，是端王府的崔金棒。啊，我早就怀疑这个端亲王心怀不轨。佟亲王，我早就料到你会杀我灭口，幸好我待人体贴。你要我行刺龙王爷，说事成之后要免我擅自调兵之罪，可是我早就知道你比端亲王更阴险。你想不到我会再次用此一招吧？你居然敢血口喷人！来人，拿下！王爷，我早就发现你的阴谋诡计，你借乱党之名行使阴谋，可惜啊，你千机算尽，还不够聪明。你用人来钓我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用他，还来钓你呢！全都拿下！是。喂，站！拿下！站开！站开！屋里啊，小天下。
进去的，我就是怎么滚出来的。啊关王爷，龙王爷，贝勒爷，今天相约本王至此，不知有什么事？先坐，坐坐坐，先请坐啊。想现在京城上下已经沸沸扬扬，谣言四起，都是冲着王爷您来的。京城里有什么谣言来着？外面都说啊，那杨玉乾要替师父比武，却被一口拒绝。于是乎呢，京城上下谣言四起啊，说你怕他年轻力壮，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呀、啊，专挑他师父那个老的来打呀。好、哦，龙头在另一边。哎，你看呐、啊，在杨玉乾跟雷破天比武之后，这武功啊，更上一层楼了。可不是，就如一只越战越勇的猛虎。我想，王爷不跟他比武，实属明智。好，我就让杨玉乾带师出战，待本王把这个少的置于死地之后，再去收拾那个老的。杨玉乾，有什么事让你这么得意啊？回王爷，我们学武之人能有一个好的对手与其比武较劲，是乃平生之快事。人人都说你武功比陈正英更高，我今天就要将这个谣言彻底粉碎掉。素闻端王爷的尚武精神第一，却没料到你对武道的了解如此之狭隘。你只有记恨争胜之心，武功终难大成。住嘴！打赢我再说。请到。
再保证稳定。